大家好，今天是三月十八日，星期五，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高通胀下，加拿大家庭每年多花六百邮费。根据加通社报道，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随着通胀率不断上升，更多加拿大人开始对生活成本感到担忧，并在积极的寻找削减开支的方法。 调查显示，五分之四的加拿大受访者已经开始或计划在超市购买更便宜的商品以节省食品费用。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计划削减家居用品的支出，并减少外出在餐馆用餐的频率。此外，随着油价越来越高，大约有二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已经减少了汽车的使用以节省汽油。近三分之一的人正在考虑购买电动汽车。奥 b c 预计。 油价的上涨将使加拿大家庭平均每年多花费六百加元，全国在油价上的开支共计增多了一百亿加元。总体来说，有八成的受访者认为，通胀已经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而且随着通胀率继续飙升，金融紧缩的状况只会恶化。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二月份加拿大通胀率已经上涨至百分之五点七，是三十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而由于乌克兰冲突导致全球石油和小麦价格飙升，预计三月份的通胀率将升至百分之六。目前，通胀和乌克兰局势已经取代疫情，成为了加拿大人最关心的问题。受影响最大的是低收入家庭，因为他们通常将大部分的收入用于购买食品和能源等必需品，因此成本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控制通胀，加央行于本月将政策利率上调至百分之零点五。 并预示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加息。经济学家普遍预测，下一次加息将是在四月中旬公布利率时。TD 银行预计，通胀率将会在今年逐渐放缓，但想要达到加央行百分之二的目标，至少要等到明年年中。调查还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受访者认为，未来六个月内利率会大幅上涨。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利率上升会对他们的家庭产生严重影响。 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反亚裔仇恨案件暴增百分之三百。根据 CTV 报道，加拿大统计局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在疫情爆发之后的第一年，警方报告的针对亚裔加拿大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暴增了百分之三百零一。二零二零年，加拿大警方共计收到两千六百六十九起仇恨犯罪，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七。 这也使得二零二零年成为了有历史记录以来仇恨犯罪最严重的一年。报告显示，在二零二零年，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共计二百六十九起，而在上一年为六十七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增幅比其他的任何群体都要大。报告中也提到，由于该数据仅仅统计了向警方报告过的案件，因此数据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案件数量。根据加拿大华裔平权会的记录。 从二零二零年三月到二零二一年三月，加拿大共发生了一千一百五十起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攻击。从分布的地区上来看，二零二零年仇恨犯罪增幅最大的省份是新斯克舍省，增幅达到了百分之七十。紧随其后的是 B.C. 省和萨省，仇恨犯罪增加了百分之六十。阿尔伯塔省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九，安大略省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 牛津经济研究院表示，加拿大房价预计将下跌百分之二十四，甚至暴跌百分之四十。根据下面报道，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一份最新预测显示，较高的利率和反投机政策将使加拿大的房价从今年秋天开始下跌，预计到二零二四年年中，加拿大的房价将下跌百分之二十四。而如果这些措施都未能及时的遏制房价进一步上涨，可能会导致房市崩盘。 房价暴跌百分之四十，并引起金融危机。该机构认为，从今年秋季开始，加拿大房价将下跌百分之二十四，到二零二四年年中触底，但房价不会回落至二零二零年之前。数据显示，自从加央行将利率降至历史低点以来，加拿大的房价在这段时间里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即使未来进行了加息修正，预计房价仍将比二零二零年之前高出百分之十五。 研究院认为，在这波房价下跌之后，并不认为房价会迅速反弹。他们认为，在二零二五年到二零三零年，供应超过需求，预计在这五年期间，房价的年增长率将会保持在百分之一以下，帮助加拿大人在二零二八年恢复住房负担能力。研究院认为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经济不会出现严重的衰退，而且房价下降幅度也可以被大多数的房主接受。 但研究院也预测了另一种极端情况：如果加拿大的房价以疫情期间这种不可持续的速度继续上涨，加央行再进行大幅度的加息调整，就会导致房市大规模崩盘。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房价将会下跌百分之四十，并且引发金融危机。但研究院也强调说，他们认为这种极端情况不太可能会出现。研究院表示，近期的房价调整会导致出现一些短期痛苦。 但这是维持经济健康所必须的。在这段时期，受影响最大的是近期的购房者和投资者，尤其是投资者。研究院也警告说，如果城市房价的上涨高于城市经济的上涨，就会导致人才流失，人们会选择搬去更有经济吸引力的城市或国家。受到影响的是未来的经济增长。毕贸银行表示，房市泡沫并非是供应问题。 增加供应是火上浇油。根据加媒报道，比某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波特表示，加拿大房市泡沫并非是供应问题，而是需求过热所导致。比某银行曾在去年就发出警告，称如果没有遏制需求的措施，房价将加速上涨。但当时政策制定者并没有采取该建议，官方说法一直认定房价上涨是供应不足的问题。然而，在一年的时间里。 加拿大提供了近乎创纪录的新房供应，但房价快速上涨的问题依旧没有改变。价格的增长几乎是前一年的两倍。碧某银行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发出警告，称房价已经失控，要求政策制定者立即采取行动，在出现更严重的后果之前解决房价问题。波特表示，其实，在去年春天为市场降温就已经是为时已晚。加拿大的政策制定者却一直在关注供应问题。 进一步的刺激了需求，这种做法无疑就是火上浇油。现在政府能做的就是遏制需求，防止房价进一步的加速增长。按照波特的说法，在加拿大政府关注供应的环境下，加拿大的房价却随着供应量的增加而加速增长。二月份，加拿大全国房价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二十九。与此同时，新房开工量和竣工量几乎创纪录，远高于二零二零年水平。波特说。 即使有大量的新房供应，但在几乎没有严厉措施来遏制需求的条件下，房价的涨势依旧强劲。b m 银行认为，并不是说供应问题不重要，也不是要求停止建设，而是要警惕供应问题不是房价问题的主要因素。增加供应而不遏制需求，只会导致房价进一步的上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